不要招惹王妈，被王妈盯上没有好下场。问您干啥意？一天到晚搿能介寻人家小张开心，当心出事体哦。你就盼着出事情。还要我帮侬看眼？我要催。明天下午有你的同乡找我来谈事情，你正好来作陪。同乡？侬讲日本人啊？嗯。我真不来了，看到搿眼日本人啊，我头也大了。我是上海人啊。可有啥好笑啊？我的老婆是上海人，跟我没讲错吧？我两个儿子也是上海人，跟我没讲错。我现在来跟他讲上海话，搿更加没错。伊拉来寻侬做啥？他们说找我谈生意。我提醒侬啊，现在来个日本人啊，没啥好么子啊，来谈啥生意啦？伊拉是来打仗的。我劝侬最好不要碰头。他们找了王老板，王老板不想见。我怎么能不见呢？搿侬自家要当心呀，日本人挖了一下。侬搿能介讲伊拉，假使日本人真的打进来了，侬哪能办？嗯，侬哪能办？我当然是要保护上海的了，跟伊拉拼命了。胡了，来，我是上海人吧？我家又比他抽了好。我要先跑了。钞票交拨了老婆，老规矩。哦，对了，早上跟侬讲，不要拿茶楼弄了乱七八糟，侬没做啥吧？没在茶楼做，搿就好。